蜜糖嘅米乱食，中毒入厂，惨到极。蜜糖好好味，我啤啤熊至爱食。不过你哋人类千祈咪乱食。最新一期香港医学杂志话，有个48岁男人收到住喺喜马拉雅山嘅朋友送嚟嘅蜜糖，之前食少少都冇事。上年6月一食30毫升，一个钟头之后就头晕、胸痛、出汗、呕同体液蒙查查，要入医院啦。医院喺男人嘅尿同蜜糖度验到差唔毒素，证实系狂蜜病中毒，系全港首宗病例嚟噶。个男人接受治疗，两日之后出院咯。差木毒素一般存在喺月桂、马醉木、盘竹花呢啲杜鹃花科植物，喺土耳其附近嘅黑海地区，狂蜜病好流行噶。医生我相信有毒嘅蜜糖喺香港唔常见，呼吁市民唔好买产自土耳其黑海一带嘅蜂蜜。狂蜜病一般喺3个钟之内病发，食完蜜糖有头晕、心跳缓慢等等症状，就快啲去求医啦。柠檬烧啲特饮得唔得噶？梗系得啦，好味 slim 到 Lancaster Slim Lemon 万灵独卖。